老前辈，我爹练功练得走火入魔，说话疯疯癫癫的，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我求你了，爹，你们别打了，老前辈是个好人，你就别再跟他打架了，啊，爹！我看你们现在元气大伤。 既然打不了，不如讲和吧。爹，老前辈，你们要干什么？ 我教你第一式，血打狗背。儿子记好，开天辟地。第二式，拨狗朝天。天魂第二。爹。 老前辈，你们没事吧？我说臭蛤蟆，没想到你现在的功夫还这么厉害啊！怎么样，老同学，服了我了吧？哎，小兄弟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老前辈，小兄弟，丐帮的打狗棒法你听说过没有？啊，打狗棒法？啊，莫非你就是洪七公老前辈？ 刚才我传授给你的就是打狗棒法，你真的是洪老前辈啊！打狗棒法，我还有最后一招没使出来呢，使出来你肯定不行。哎，还有什么功夫？使出来，我倒要看看。这招叫天下无狗，天下无狗，天下无狗。哎，嗨。 过来，我跟你说，记住了啊！臭蛤蟆，你看清楚喽，你看好了，臭蛤蟆。 我这招叫天下无狗，共有七七四十九种变化，威力无比，涵盖六方，尽力所至，四面八方都是帮。哼，便是有几十条恶犬也一起打死，我看你怎么破解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怎么破解，臭蛤蟆！嘿，好啊，厉害呀！天下无狗。 五口，臭蛤蟆，还不认输呢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哎，我悟出来了，我悟出来了！你快演示给他看！我跟你说，听明白没有？ 去！哈哈，我这一招叫癞蛤蟆上树，你的棒子打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，死死缠住，让你天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，我缠！小子，给我顶住他！哈哈，你棒子里积蓄的内力越来越多，撑不住了！哈哈哈。 好你个臭蛤蟆，还真让你给想出来了！好你个臭！
臭蛤蟆呀，你连这招都想出来了，我这个老叫花吧算是服了你了。好个欧阳锋，好个欧阳锋啊。我是欧阳锋。我是欧阳锋。对呀、啊、哦，你是老叫花的洪七公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。你终于想起来了。我全都想。爹，侯老前辈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